係 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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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咁會唔會話咧有一啲平時嘅穿搭心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？哦，女士。我平時我大多數都係其實都係啱翻自己適合嘅衫啦，同埋會揀翻一啲，我諗會睇比例多啲，同埋即係舒唔舒服啊。你會想係即係露下長腿多啲啊？露下長腿，我驚凍啊！香港好勁嘅，要冷氣。都會嘅，即係我諗係一啲比較重要嘅場合嘅時候，例如啊。約咗啲好緊要嘅人食飯啊，或者嗰日覺得自己狀態好好啊，好靚啊，好似今日咁啊，就 show 下只腳啊，即係每一日都要 show 咯。嚇，每一日都每日都好狀態啊，好緊要嘅人，每日都好好狀態啊。我覺得其實視乎場合啦，係啊，不過其實香港我覺得係一個好適合，就算喺夏天你都有機會著一啲 fall winter 嘅嘢，因為香港室內都比較凍。咁啊，其實出街就算係夏天都需要帶件褸咯，嚇咁啊，當然其實都係視乎場合啦。你話如果啲莊重啲嘅場面啊、場合啊，咁梗係要著翻啲正裝啦，係咯。你係咪都係夏天㗎？你而家男藝人睇咧，衣著咧都係叫做係夏天㗎嘛，即係永遠都短袖啊、背心啊、短褲嗰啲就係。咁你去沙灘冇理由著件 suit 㗎嘛？我出 event 視乎咯，視乎咯，即係睇咩類型嘅 event 啦。即係如果係一啲可能需要 casual smart 咁，咪要配合翻咯。咁阿芬會唔會著暖男咧？帶定件褸俾太太平時去冷嘅地方都要嘅，因為其實女士室內都需要一啲外套咯，係咯。咁啊，其實香港冷氣真係幾勁，係真係幾勁。咁啊，所以其實要。要戴備咯，係咯，所以我而家不過我而家平時都係 casual smart 多啲，因為可能要孭埋個啲女需要嗰啲嘢，咩水樽啊嗰啲嘢。你負責咩嘅？梗係啦，梗係啦。你會唔會即係太太如果 sexy 太 sexy 嚟？係啊，唔會，唔通去沙灘，即係你著件羽絨咩？中領。冇。健康 OK 嘅，係啦，即係你都要睇翻個温度啊嘛，係啊，好正常嘅，即係其實穿搭，我覺得同埋最緊要自己舒服咯。阿芬呢排都好忙啦，會唔會話少咗時間見小朋友啊？有噶，我呢排都有湊小朋友，係啊，咁因為嚟咗香港，頭先阿 Chris 都問咗我話，啱啱小朋友嚟咗香港讀書。即係放暑假 summer course 咁就係咯，會多啲時間可以陪佢。咁就可以見得多啲啦。係啦，係啦。有冇好消息要宣布？咩啊？嚇？咩啊？唱唱好消息，演唱會啊！哦 ，OK OK， 喂，咩先？我唔係九龍城寨嗰個係啦，嗰個票房再繼續。我好多好多，先唔好話巡迴啦。因為琴日佢哋有問我，咁我就話，因為其實而家開緊會，咁同唱片公司，咁亦都就宣布九月啦。九月會先喺澳門先會有幾場演唱會，暫時應該四場先嘅，係啦。咁當係 warm up 啦。咁所以呢兩個月都開始準備。其實我有個 MV 都係阿娜姐去參與嘅，咁我都好希望阿娜姐可以過嚟睇嘅九月份。係咯，嘉賓係咯。喂，其實有冇聽過娜姐唱歌㗎？你哋最好再聽多次啦。我俾兩個月你練。最中意嘅都係做戲嘅，所以揾我拍 MV 嘅時候我都好開心咯。你可以做下戲。你多線發展嘛。講下嘢 OK 啊，你俾兩句對白我講。你 rap 兩句咯，中間突然間我整首快歌。我諗住坐喺下邊觀賞下佢，好勁嘅呢個。唔係 OK 啊，歌唱實力。阿娜姐可以過嚟睇，我都好開心噶啦。咁香港咧，九月就點啊？香港而家其實我哋都準備即係遞紙啦，咁就。但係最快唔係，但係最快都要係因為紅館啲期你知排得好密。最快都要出年年中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講巡迴嘅話，
要跟唱片公司傾一傾，看看是我們先做巡迴再回香港再開，還是在香港開完之後再做巡迴，那我們 要商榷一下。這個我們要開會 再討論一下，是的，那我覺得但我當然不同，但是個主題應該都是一樣的，是的，我們已經想好了個主題，到時稍後先到時再正式公布。咁歌單其實場場都可以唔同嘅，係啊，即係我哋好自由嘅，可以點唱噶嘛。會做好多新歌嘅，係咯。同埋我其實跟住嚟做嘅歌，我想多啲同一啲可能以前未合作過嘅係咯嘅 artist 可以 featuring 下咯。係啊，嗱，即係咪行？講緊你啊。講咩？合唱啊！你唔好咁樣。唔係，我不嬲都覺得，唔係，我真係不嬲都覺得嗱姐把聲係好有磁性嘅。佢係我認識嘅女 artist 入邊把聲係最磁性嘅一個。你可以幫我開一條新嘅路線係咪？你得嘅，你得嘅，相信我相信你嚇。做乜車嚟噶？我而家都未聽過佢開金腔嘅大佬，係啊，好期待。等我，你等我。我哋一齊期待下。我等佢啊！我等佢啊！我等佢開拓我呢一個新嘅路線。你影響佢演唱會啊！你將你歌手嘅第一次可以交俾我。交俾你。其實我唱過㗎啦。哦，咁但係你未同我唱過咩？我未同佢唱過。可能可以留翻兩句俾我咁樣。喂，可能可以，你又跳得咧？可能。我其實都好耐冇，我成日都睇演唱會。但我真的未試過站在個紅館度，你可唔可以邀請我上去？係咁要講兩句嘢。係咪㗎？係咪咁預約定咯 ？OK。啊？嚇咁耐啦已經。嗰冬嗰個唔嗰、那個係朋友嚟嘅，係啊，同埋。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去的，係啊，同埋講真的，即係可能那個是不識的咧，你都不知道的。你可以試下揾喺條街度揾一個人拍都得噶嘛，係咪先？冇問題，冇問題。係咯。唔係，個重點是猛男啊。猛女，我是猛女。都是咁樣啊，都係等待緊啊，仲未等到那個猛男啊。你得閒快幫我睇下介紹俾我嚇，抽牌未夠啊，邊度啊？再猛啲要邊度啊？我其實冇喎、啊，我其實成日都等緊佢哋介紹俾我嘅。係啊，叫阿峰介紹啊。嚇、啊！我介紹我嗰啲佢全部識嘅喎，全部合作過嘅喎，好熟添喎，係啊。太熟啦。因為我而家好多朋友都係即係。係啦，猛男嗰啲好多都有家室嘅。唔好為難佢啦。唔係，諗下我演唱會得㗎啦。咪九龍城寨咯，九龍城寨有冇啲啱嘅？你揀下咯。全部都識嘅。咁啊係咯，我又全部識嘅。太難啦！你諗下，我日日都對住啲即係拍戲啊，跟住工作環境啊，成日都見到啲靚仔啊、猛男啊，即係生活當中真係好難揾到啲仲正過佢哋，係嘛？嗱，即係有咩擲偶條件先？嗯，我擲偶條，我其實而家冇諗啊，係啊，因為我覺得即係至於識幾多都好啦，我覺得即係中意同唔中意都係要遇到先知，係、啊，所以我而家答唔到你住，我驚到時即係真係遇到個自己中意嘅，同自己擲偶條件係相差太遠嘅。我可以同你講，通常都係。係嘛？係。係嘛？多數都係唔係自己識咁樣噶嘛？通常都係。都是講心，我覺得真的要自己大家慢慢去相處，才會慢慢可以再深入一點。我信你。係啊。你講到要求而家過咗，過咗1,000,000。哦，係係係好，好跳得好快嘅 topic。都係嗰句啦，即係多謝大家支持啦，係啦，我哋即係我哋
我作為演員，我可以做的事就是應盡我所能。咁啊，希望啦，希望啦，係啦，即係希望可以繼續再有啲突破啦，即係票房上面。咁我哋同公司嘅，係啦。我覺得好即係當然好戥佢哋開心啦，同埋因為即係導演，即係我自己睇戲嘅時候，即係會覺得哇，即係成部戲我自己都好中意，同埋可能因為我同阿峰我又合作過啦，咁又再加埋都認識啦，咁我覺得即係睇到一個好，即係一個導演可以拍到一個咁唔同嘅林峰，咁我雖然我自己睇嘅時候，咁當然希望我自己，即係我覺得作為演員，梗係好想喺未來上面可以拍到一部電影係，哦，即係都有一個導演可以拍到一啲好唔同嘅自己啊，即係可以發掘到一啲自己都唔知道嘅嘢啊。你有冇拍過啲打戲嘅？我有。Okay.我知道啊 ，kickboxing 但係冇佢哋嗰啲，即係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哇，啲動作戲即係同埋文戲都好好啦，當然係。係，好，我期待你打女形象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